小心哦，小心，慢慢来。是阿妈、哦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我想说在笑脸。我尽量才认。对啊，
来来来，感谢我们的小粉丝，那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才艺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，哇，真的，人家说唱歌真的是七分的天分，可是要加上三分的努力。我觉得我们才艺唱歌真的很棒哎，我觉得不像是十三岁的小孩在唱歌的那种感觉，特别的厉害耶！謝謝。有老师教你吗？有，有老师在哪里？是前面这一位吗？没有，老师没有来。哦，老师没有来，所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對，就对唱歌有兴趣。真的哦，所以你是从几岁的时候才发现说你对唱歌这个部分就是还蛮厉害的，好像音准蛮强的这样子。三岁的时候，阿公阿妈就开始就发现我会乱唱乱哼这样子，真的。然后到了五六岁吧，我就把阿公阿妈的他们会的歌，我就把它全部都唱起来。五六岁就会唱一整首歌，然后到七岁就去外面比赛。真的哦，所以你在比赛的当中都是谁带着你去比赛这样子？以前是阿公阿嬷，现在是爸爸妈妈。真的哦，所以你对唱歌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有兴趣，对不 对？哇，那真的很棒哎！在我们现场当中可以邀请到我们台湾那么无望的冠军哎，相信大家对才颖应该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来，现场的好朋友，来，我们才颖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的话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你们认识他吗？认不认识？大家都认识，你看一看，请这样不请哎、欸，为什么敢想来给刘厚斌用这么热情的掌声，给我们餐饮这个小朋友一点点鼓励？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支持我们的餐饮，好不好？那听说我们的餐饮还有带来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第二首歌曲我要带来洪文宏老师的歌是《莽瑞雪爱你》。哦，好哦，这首歌非常的经典。对，来，让我们的餐饮带来这一首《莽瑞雪爱你》，三口打开，谢谢。有看过的，哦，谢谢谢谢。
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还有很多好朋友都想要做大杯哦。现在在歌唱界小有名声，哎呀，啊，那个，哎啦，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啊，我嘛爱代表各心中来感谢啦吼，好啊，小小的意思，哦，不成敬意，感谢，谢谢。感谢我们主任委员颁奖，徐德天昂，嘉禾兰、郑玲、另外一名黄慧慧以及谢朗，谢谢。